请大家合掌。没有监听，请跟我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准提菩萨。诸尊菩萨。摩诃萨。摩诃般若。波罗蜜。一心顶礼。济隆大和尚。所有法师。所有上师。好，各位阿弥陀佛。那能够在今天大家一起来参加法会，当然佛教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念下来，离苦得乐。我想我们到寺庙来，就是就像生病的人找医生一样啊，就是希望念一下卖过疼啊，不要再痛了啊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当然如果你问佛陀说为什么会痛苦，为什么会那么难过，佛陀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念一下放下自我啊，是你自己造成你自己痛苦了，是你的心态不正确，行为就出问题，结果就痛苦。但是往往我们会把痛苦怪别人，你偷了我的钱，如果讲这句话他就不太像佛教徒。佛教徒是他会先说因为我上辈子偷你的钱啊，所以你会偷我的钱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是个佛教徒，那你就代表你这个人相信因果了，有惭愧心了啊，不会怪别人，然后进一步你就会忏悔，你越伤害我，那我就越忏悔，这样啊。就像各位现在很多人在吃素啊，那为什么会生病啊？我吃肉吃太多，对不对？我要忏悔。而且吃肉只是一个助缘，最主要是你的心态，所以你的心态不圆满，也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。念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对，要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跟佛一样，这个叫念佛了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不要生气啊，但是就是做不到啊，所以赶快南无阿弥陀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然就像各位很会去助念，助念就帮人家念阿弥陀佛啊。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助念？因为他正在生死的边缘，很痛苦啊，身体很痛苦，感情又放不下。为什么他在这一辈子忙了这么久了，他要离开他的家里，离开他赚的钱，离开他的爱人小孩，他的心就乱了。他这个心一乱，他就会去轮回，很痛苦。所以我们帮他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希望他啊念一下放下世间，相信阿弥陀佛，跟我念佛，往生净土啊。所以我认为那当然我们学佛，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态问题啊，所以产生不一样的生病，精神有问题啊，身体有问题，感情有问题，但是所有的问题都不要怪别人。再念一次，相信因果，
自作自受，好好忏悔啊。那所有的业，你造的恶业会让你痛苦，那这个业来自于你的烦恼，烦恼就是一个不正确的心态。比如说贪心的人，贪心的人，佛经说水就会产生水病、糖尿病、肾脏病啊，血液三高、淋巴腺癌啊，那么白血病，反正跟水有关系的都叫贪、糖这些问题。那爱生气的呢，心脏病啊，肝癌，所以呢被火烧这样，那这些就是因为你的心态造成。有这个心态，所以你就造一个恶业。比如说我生气我骂你，那你就以后你就是我的冤亲债主，因为我因为生气骂你，所以因为这个心态造了业，所以就有所谓这些冤亲债主业力。但是业力要忏悔，那你就要透过佛的力量啊，用佛的力量来转变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所以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嫉妒的问题，骄傲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要经常再念一下，一心念佛，常常念佛，常常拜佛啊。所以呢拜佛来忏悔，拜佛来让自己的心啊求佛加持，念一下调伏自己。对了，人是自己的敌人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佛？佛要我们学他的空性，但是我们却要相信自己，我用我的想法在做事情。每一个爸爸都用他的想法在教育儿女，每一个妈妈用他的想法在跟先生沟通，在跟儿女讲话，那这个都没有皈依三宝了。各位，皈依三宝，当你要处理这个痛苦的问题，你是用你的想法还是佛法？请记住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最重要。你不能再用你的想法来做事情，你用你的想法啊，你就会发脾气，不然你就会骄傲，不然你就会自卑、嗯、啊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念一下，全然放下，消除我执。对，你不能再有一个用我的想法，我骄傲一点啊、我比较没有用。骄傲的人，没有用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临命终的时候，只要能够相信阿弥陀佛来念佛，会不会往生极乐世界、哎、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断强调。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活着的时候都用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所以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佛陀教我们要有空性，空就是没有分别，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分别的去照顾它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怎么样使用花？就像各位前面摆了这么多这些食供养啊、花啊、水果啊，但是呢，这些最美的，我们都是要拿来供养诸佛的，啊，也把这些所有最美的要来帮助众生。但是现在各位有分别，什么叫分别？我爱我的太太，我恨我的太太，我爱我的老公，我不喜欢我的老公，啊，那你有这个分别你就痛苦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师父常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对待佛陀？跪啊，拜啊，那你怎么对待你朋友？我就不敢讲话了，骂啊，或是要求他什么。所以你应该以对佛的方法来对待所有众生，因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嘛。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还没有证得佛的空性，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。那所以修行你就要把它拉回来，拉回来。为了拉回来叫什么来？念一下，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那就是拉回来。所以心情不好，你应该念念心经放下，念念普门品慈悲啊。但是你念完以后不是念完就算了，而是以念经的心态所用到的
观音菩萨的心、佛的心去用在你的生活，对待你的先生啊，对待你的儿女啊，对待你的生病啊，啊，所以一个人生病了，这是我的因果，因为我造的业嘛。那如果你一直计较，你就越痛苦。但是如果对这个业来了，我们好好忏悔，啊，忏悔以后不要再造业了。那造业的根源是什么？刚刚讲了，贪心、嗔心、爱骂人，啊，傲慢。所以种种种种的超过你内心里面的叫压力、执着，那这些起心动念就一直在加汽油一样。你的高血压本来快好了，你又一直给它加汽油，它就爆炸了。我们一般是吃药把它压下去，这个药只是压，就像各位头痛，你头痛吃药，它只是把你头痛的神经麻醉了，这个痛还在的，它把你麻醉四个钟头，麻醉六个钟头，就像吃麻药一样。癌细胞我现在给你鸦片你就不会痛，但是各位都知道鸦片的效力过去了，痛得更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还一直在发作。所以所谓吃药乃至消炎药，它只是压住你，但是它的力量更大，反弹你，只是你这个麻醉药一退了，我痛就更厉害。但是真正要消除这个痛，你要把这个痛的因消除掉。痛的因，那就是你的心态。你的心态有没有符合佛陀的心态？来，符合什么？来，符合空性，符合慈悲，对不对？符合菩提心。那佛教就讲这个，念一下：念佛、念法、念身之心。啊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那么快乐？极乐世界你只能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所以而且听的都是佛法。极乐世界不会让你起了贪嗔痴各种分别的念头，但是在这个世界，各位我们就一直有分别，啊，太热啊，太冷啊，太累啊，太阳太大啊，我们就一直被它干扰。所以佛陀教我们要修什么？来，法忍，众生忍。什么叫众生？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儿女、你的朋友找你麻烦，你要接受，这是你的业报啊。过去你怎么对待别人的，现在他就对待你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你对你的职员很凶，你对你的工人很凶，你对你的老板没有感恩的心，所以这些都会造成你的不好的因果。所以你没有朋友，因为你不相信人家。所以你为什么经常会痛？因为你去打过人家，那是打过那只生命动物，让它很痛，所以这个痛都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了解佛法，你对待世界怎么样，你对待别人、对待其他生命怎么样，过去世的、现在的，现在你就有这个业报体。所以痛的时候真的很痛，但是这个业来了，什么时候发作？那就要有助缘了，啊！所以因为你有这个心态，就会有这个业，然后就会有个冤亲债主来找你呀。所以我想，佛陀告诉我们呢，念一下：思维空性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一痛苦，那你就要念经啊，拜佛啊，忏悔啊，再来呢啊，忏悔自己的业，不要再造恶业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功德呢也来回向给冤亲债主啊，冤亲债主离开你了，那你的心平静了，肉体就平静了，世界你的太太就会对你好，你的儿子就开始孝顺你了。这个佛法叫念一下：一切唯心造，一心造十法界。看你要下地狱，还是要过得像天堂，还是要过得像在极乐世界，那是你现在制造的，不是说死了以后。死了当然有轮回，它不一样的法界，但是你现在心态就具足这个。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
愿意改变自己。当然烦恼啊痛苦啊是最容易让你去找到自己问题的时候了。那这些烦恼痛苦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赶快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因为我烦恼了，那我不知道怎么改变了。但是观音菩萨说，只要你有痛苦有烦恼，你念我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会不会改变你？他来加持啊。你很痛苦，你念大悲咒，慈悲心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原谅对方。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啊，当然我这样说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必须有惭愧心忏悔；第二个，你必须全部相信佛的力量，念阿弥陀佛，念咒，念经啊。我现在的心里就是跑掉了，所以我念般若心经来恢复一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会怎么样？念一下：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对了，如果你把你的心能够恢复到般若心经的空性，不可思议。念一下：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大神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重点是你要不要拉回来啊？你就一直不甘愿，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我儿子为什么讲话对我这样？我老公为什么不回来睡觉啊？然后你要赶快拉回来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哪一个没关系。你要按照你所念的经啊去实践。比如说你念药师经，哦，那我要学药师佛发这个愿，药师佛叫我守八关斋戒、放生、点灯啊、持咒、挂经幡。那你有按照药师经的发心来念、来做，那命运就改变了，生病就停止了。所以这里面最重要了，刚刚讲了，你要有惭愧心、忏悔，这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业造成的。再来呢，要100%的相信药师佛的力量、药师经的啊做法。你100%相信地藏经所说的，那这样你就可以不断的净化自己。不过大乘佛教不是为了自己，当你自己成功了，你得癌症居然透过你的忏悔跟佛力的加持跟放生的功德好起来了，那你可以帮助太多得癌症的人了啊。所以那这个时候，那你非常快乐啊，你可以把这个实际的经验。所以我想修行必须有这些痛苦烦恼让你去改变净化自己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个自在空性，空不是没有，哎，你骂我，我那个我好喜欢你都知道，但是内心里面知道但是不执着，叫空啊。今天有人骂我，我要生气，那就叫离开空性了啊。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，那你骂我那个声音也只是一个声音啊。如果我真的有这个缺点，那你骂我那是我应该的。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缺点你骂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好痛苦了啊。所以我不应该执着你爱我或骂我，因为一切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。这个暂时的现象如果你去执着，你就会痛苦。那各位要多一点思维啊。所以这个世间就没有一个事情可以障碍你。念一下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啊。那所以各位你要保持这个了解，了解就像我常讲的，这个花它好漂亮哦，但是它是暂时的，变化无常的啊，它本体是空性，这样而已，它只是暂时这个形象，所以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它是靠因缘而存在的。那你要一直练习这个习惯啊。所以各位，一个人会爱面子叫我执，就是因为他认为 我
我要成功给你看，我要比你漂亮。就像各位，你隔壁这个房子盖得好漂亮，你家里盖得旧旧的，你天天都在自卑，因为你有分别心啊。所以别人长得很漂亮，我长得黑黑的，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啊。心不要黑就好了，你管他脸黑。那是因为我执着这个啊，这个还是爱面子啊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别人看得起我，说我漂亮。我希望别人知道我家有钱。事实上，各位住在怡保，我觉得怡保是一个快乐的仙境啊，有山有水，快快乐乐。那你为什么会忧郁症？那你找麻烦呢？啊，你一直要求对方，你一直要怎么样？你一直不喜欢对方什么？这个叫强烈的我执。所以就像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，水啊，水放在这边久了就蒸发，变成水蒸气，我变成云，变成雾，碰到冷空气又变成下雨，再冷变成冰，水它随着自然改变。念一下，随缘自在。水不但随着自然在变，它在不一样的时间就显现不一样的来帮助别人一样。好，你给它冷气，它变成冰块啊，我们吃的凉。你给它煮开水，它变成热滚水，它给你喝。水可以随着对方外在的因缘的需要给我们。但是水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你煮它，它不会痛；你冰它，它不会痛，因为它没有一个我一定要怎么样。现在的女生，那一天我碰到一个女生，跟她老公结婚，你发誓你不能对不起我。啊，我说你这个或者压力太大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啊，那个老公当然说没有问题，但他不知道后面问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念他看到你已经心里有压力。以前跟你在一起还浪漫呢，现在跟一个老太婆在一起，啊，每天念，他已经心里没有浪漫了，啊，他又不敢讲什么，他念，他压，结果他去外面那个小姐还蛮温柔的，他心里就觉得蛮舒服的，啊，因为他没有空性，所以他很痛苦，他压抑嘛，所以我只能说，当然佛陀跟我们讲。怎么样可以永远没有感情的痛苦呢？那就是不要去追求感情，简单的。啊，念一下，有求皆苦。对，你只要去求，那你就苦。那不去求，那难道我不要有感情呢？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不要去求，难道我不要有钱吗？有钱我好好用，但是不执着。我不想为了钱去贪。啊，我不想为了感情去痛苦。所以你本来没感情的过得很快乐，那你现在有感情会痛苦，因为你有求啊，你有要求，你一定要他怎么样要怎么样，是你自己设定好的。所以那天有一位女居士说，师父，我有一天想要自杀，我走到河边又走回来，走到河边又走回来，哇，这么伟大，这么痛苦啊，什么事情？因为我老公外面有女人啊。我说这个正常的，早知道晚知道，啊，这个正常的，但是你不要太痛苦。为什么？你上辈子就是对他这样而已，换一个时代，换一个角色而已啦。今天你天天把人家骗你，怀疑别人，因为你以前都在骗人的，所以你很知道骗人会怎么样的。你这辈子就是怕被骗，你过去欺负人家感情，但是你就怕自己感情被欺负，这样。所以我想各位每个人都要冷静的想一想。所以我想今天各位来坐在大殿，那有法师跟你说话，平常你来坐在大殿没人，佛就在跟你说话，啊，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佛。佛啊，我现在烦恼嘛，所以我来拜佛，我来念佛啊，你就静静的坐在这边，然后呢佛，你要让佛进入你的心，加持你，啊，你相信佛，这样就好了，啊。所以各位，我想在这一点，并不是说
有法会啊，你才来。那你家里有本来就有佛像，有佛经，那当你内心烦恼的时候，那你就看佛经，这样就好了啊。当然佛经不是每天看，佛经是叫我们去慈悲啊，佛经叫我们不要起烦恼啊，去慈悲啊，用各种方法，那你就去做。如果你按照佛经的方法去做，比如说你现在得癌症还可以走路，那佛经说你除了忏悔不要执着，那你去帮助生病的人，为他们念药师咒啊，念药师佛，你忙了老半天忘了去检查，医生都说你好了，这样，因为你按照佛经的去做。你不要一直在家里说我得癌症怎么办，医生啊医生啊，对我好一点，对我好一点啊，给我止痛药，给我开刀，如何如何。佛陀不是教你这个，缺钱的人不思钱就会发财，而不是你一直讨个血光被派给，用尽心经要去找钱，要去找钱，你没有福报，你投降了坏掉了还是没福报啊。所以因为我缺钱，所以一定是我过去没有帮助别人，吝啬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就去帮助别人呢、啊，洒洒甘露水也不要花钱呢、啊，老人院帮他按摩也没关系啊，啊，帮人家捡垃圾也可以啊，反正你就去帮助别人啊，你到般若园来擦擦地板啦、啊，人家点香你帮忙整理整理啊，因为你都在帮助别人，包括你在念佛。啊，你念佛，你想回向众生发财健康，你也在帮助别人了、啊，因为我用佛的力量帮助别人发财、啊、对不对？我念准提咒，哇，准提咒可以发财，准提咒可以消病苦，准提咒可以生儿子，准提咒可以成佛，啊，准提咒可以找到好老公，哦，准提咒功德还真多，所以它叫什么？你想满愿咒，所以那个时候。那你就按照准提咒这样去念，希望念准提咒不是为了你满愿，那准提菩萨是要满众生愿，那我念准提菩萨我也是满众生愿，我希望我念准提咒想发财的想发财，健康的健康，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，哇，那力量大不大？那你就在大布施了。所以我想啊，佛法不是难或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你会不会把你所听到的或看到的经典，或是你认为的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认为观音菩萨他在想什么？什么叫观音菩萨？念一下，布施无畏。什么叫布施无畏呢？让所有众生都没有害怕痛苦，让所有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，所以叫慈悲。所以当你很痛苦的时候，你念观音菩萨，然后呢，希望所有众生内心安顿，没有痛苦，都离苦得乐，甚至你还真的去做慈悲的动作，请问你的痛苦会不会超越？就这么简单啊！但是如果你念观音菩萨是求自己，求自己，那你就不符合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是慈悲呢，你念观音菩萨，我自私，我自私，我自私，我要发财，我要生病好，我。